我们今天要把药师经给大家圆满，所以请大家看着荧幕哈。我们在上个礼拜第三讲要讲到药师法门它闻名意念有什么利益呢？它有离恶的利益以及得善的利益。好，那上礼拜也讲到持咒，持咒可以治病。好，那现在呢，又要讲到修持药师法门，供养药师佛，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好，在上礼拜也讲到这段经文，就是修供养行。修供养行呢，首先就是说如何的供养药师佛。那我们知道呢，供养药师佛呢，首先从基本的就是称名念佛，无名意念。好，从这个称名念佛呢，还有以持咒来治病，还有广修种种的供养。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中国唐朝的时候很流行跳五旋舞。这种五旋舞呢，它就有这个天人以这个跳五旋舞点灯供养。供养药师佛，供养七尊，这个药师如来，还有演奏梵乐，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交响乐团，这演奏梵乐就是当时唐朝的伎乐的菩萨，用这一些呢，五爱夫都在歌咏赞叹，在修供养，供养药师佛。那也讲到说，于此经典，如果我们能够。抄写字书，就是我们能够抄经，或者教人家怎么抄经。那甚至呢，一心的受持、读诵药师经。那么从受持药师经当中来听闻药师经的法义。所以上礼拜我们就有讲到诵经、读经有几种功能。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圣严师父在禅门里面。有开示到，诵经就是读经，读经有几个功能呢？我们看一下，读经呢是为了明心，让我们呢能够得到明心见性。因为我们当我们在每次诵经呢，都是好像诸佛菩萨在为我们放光说法，让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一个清明的心。还有呢，第二。读经呢是为了解义，一次不懂，再一次诵经，再不懂，再次的诵经。所以每次诵经读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对这个法义就慢慢的能够了解，刚开始不懂没有关系，可是读久了，你好像感觉，哎，好像你了解了一些，而且从诵经当中，你也慢慢的可以知道。从法义当中，然后进一步的去实践，这个经本告诉我们的佛法的道理。好，第三个，从读经当中呢，其实解义了，然后呢，最主要是在诵经的过程，我们必须要保持正念，专注心念在佛经的经文，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经本是释迦牟尼佛，讲述下来，那释迦牟尼佛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佛法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那边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诵经的时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就好像在现场为我们说法。所以，当我们每次在诵经的时候，都在读摄六根，而且你的身心是必须要专注的。专注之后呢，我们的六根收摄了。然后你就更加的能够从经典里面得到一些法益，也再一次的能够帮助我们明心。好，第四个，读经是为了弘法。那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什么样的因缘而开悟？大家知道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听到。有一位老菩萨，他讲的哪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因为这位老菩萨，他经过这老菩萨面前，那老菩萨正在诵哪部经？
金刚经，就只是这一句话，他就豁然开朗，开朗了，顿悟了。好，所以这个功德就是那位老菩萨，他只是这样诵经，而帮助了慧能大师，而这样而能够开悟的一个因缘。所以说，好，我们自己开不了悟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在诵的时候还可以帮助人家。好，人家经过，哎，他可能因为你在诵经，哎，很好听呢，哎，他也觉得嗯，好像有道理，然后他诵了诵，听了听了，然后就会怎么样？哎，你给他帮助他种下善根，那请问你是不是也在弘法利生？是不是？是。好，再来，读经呢也是为了护法，除了弘法之外，还有护法。因为我们在诵持读诵佛经的时候呢，就好像佛就住世，就好像永远都是常住在世间的，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你在诵这部经典的时候，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就好像药师佛都在为我们说法。所以你在努力的诵持读诵这部经典的时候，本身也是在护持佛法，这是个功德。好，那甚至呢，啊，此人居处，也就是说，诵持啊药师经的这个人呢，啊，修行者，他所住的地方，他的住处都可以得到十方诸佛以及护法龙天的庇佑护持。好，所以护持佛法呢，啊，重要就是也要深入到经文，深入经章，所以不是仅是把佛经摆着，那是不够的。你看放在那里，啊，放在那里，你没有去阅藏，也没有去诵经，那是不够的。好，所以药师经，我们必须要诵经，多诵几次，慢慢慢慢，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功能，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学习。所以进一步的，我们应该要诵持、受持、读诵。好，就有人在说，那我怎么修持药师法门？所以首先就是要闻名意念，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佛名，以及持药师咒，对不对？再来呢，诵药师经。好，那除了诵之外呢，还要不断的怎么样？啊，要明心，读受六根。保持正念，还要在弘法，还要在护法，那这些呢，就是在帮助我们这一生会得到现身的安乐。还记得吗？太虚大师有讲到，为什么讲这部经有三大因缘？那其中第一个因缘就是药师经，它是适合现代现实的生活，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我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啊，我也不想要马上离开这里而得解脱，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样安乐的国土也能够好好的修学佛法，来利乐有情的众生啊？那么这个殊胜的现身的那么药师法门是很值得大家来修持药师法门的。那第六个，读经呢是为了超度，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哈，哎，尤其是地藏经，好，最近的往生的啊，这个家属，好，我们可以为他怎样诵经做佛事。当你帮他在诵经做佛事，觉得帮他超度，好，那对亡灵是超度，那么对生者，好，我们是祈福。好，那么诵经超度对于49天以内的，好，这所谓的心死的亡灵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啊，太有用了，因为你用佛力。那这佛力是什么？因为我诵经，当我每诵一部经的时候，就有这个佛力的加持。那以这个佛力的加持，把这个刚往生过世的这亡灵呢，怎么样？把他再请回来，请回来呢，为他诵经，那他来听经，他来听经，他来怎么样？来闻法。那听了经典之后，闻法了之后，他就可以怎么样，放下我执，放下种种的忧悲苦恼，暂时让他怎么样得解脱，而让他早一点去投胎到三道，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东方极
琉璃世界到佛国净土。但是有女士说，可是啊，我的家属已经往生很久了，两年了，三年了，已经很久。这些使者，我帮他写牌位祝福是有用吗？请问大家，你们就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啊？他翁星啊，已经往生很久了，还有用吗？有，可是呢，力量就比较小。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早已经投胎转世了，好，到其他啊，不知道。还不是中阴身，他已经到其他的啊，到其他六道里面，因为变冷了。那你把他请回来听经的话，这个几率很小，对不对？也可以说是没有。好，但是为什么要帮他做佛事呢？是我用他的名义帮他写牌位，那我送经回向给他。那当我在送经回向给他的时候，也是在帮他结一些无形的众生的善缘。等于是我把这个回向给他，那给他的时候呢，他的周遭跟他有因缘的周遭这一些还没有得度的这一些无形的鬼道众生，也因为间接的，也因为我回向给这一位已经往生比较久的这个使者，然后间接得到利益，所以有没有用？有，还是有用的。好，所以说诵经呢，它是名扬两利，所以经典都说要三七日或七七日，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说，临终日算起，到21天或者49天以内，好，佛经都这样写，说要赶快帮他做布施、供养三宝、有诵经、念佛号等等的这些佛事，帮他修供养。好，那不是说。就是说，这样你要赶快做这些功，不是说到那一天才做。他只是说有这样的因缘，让大家可以赶快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那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那一天才开始做，平时都要做了。好，所以并不是能往生了才做，因为他是名扬两利，对，好，这个扬上人对我们生者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多闻熏习。好，常常听经闻法，像诸位菩萨啊，大德，你们都在听经闻法，你就有在熏习，就开启你的智慧。所以呢，你这样呢，你就要靠你自己的力量，那靠佛力，诸佛菩萨也会帮助你。所以靠智力，靠佛力，自己自求多福。好，来储存这样的质量，所以不要等到时候才有别人来给你代劳，这样的力量还是有限。最主要力量还是来自自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这一部经文。好，来看下一段。尔时曼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当世于向法转时，以种种方便令诸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觉悟其耳。好，这时候呢，曼殊师利法王子，曼殊师利童子，是不是同一个？是，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好，他就发愿，他发愿呢，在向法转，向法转就是在向法时期的末端到正法时期的初期，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我们。所以曼殊师利呢，曼殊师利菩萨呢，是在为我们这一些末法时期众生而怎么样？他是专门开发产品的。为什么开发产品？他没有请法，我们就得不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受持修持药师法门。好，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曼殊师利菩萨呢，会用种种的方便来度这些菩萨，度这些尽信善男子、善女人，好，有在学佛的众生们，让这些众生呢都能够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甚至呢在梦中、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啊，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佛号怎么样，给他带到他的梦中、睡梦中。好，所以在印顺导师就有讲到。
讲到这个故事，就是说在台中有一个居士呢，他还不是佛教徒，刚开始呢他还是天主教徒。他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一块呢就看起来不像树干啊，也不像石头啊，那个东西就很奇怪，可是呢很清楚的这几个字，六个字，它上面就刻着大悲心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最不三个知道吧？我们有没有这部经？有啊，我们在参加大悲忏，最不三我们参加大悲忏法会。好，我们大悲忏法会呢，那个就出自哪部经？千手千言大悲心陀罗尼经。好啊，但是他梦中只看到这六个字大悲心陀罗尼啊，他非常震撼。醒来以后呢，到处问人家，可是他的朋友因为都是天主教徒，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什么，可是他锲而不舍一直问，好不容易终于问到一个佛教徒，那佛教徒跟他说，有啊，有这部经啊，他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哇，他就非常的感动，说诶，那这好像要我改为佛教的样子哈。那这个是什么啊？就是因为他的善根出现了啊。那我们知道大悲心陀罗尼经跟哪一位菩萨最有缘？观世音菩萨。所以说也是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在梦中给他怎么样，哎，给他熏习，给他善根。好，那如果梦到的是药师咒，或者梦到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是哪位菩萨？就是曼殊室利菩萨，因为他发了这样的愿，所以让众生的这个善根啊可以萌芽，在梦中会梦到。好，那这是什么因缘呢？这是有两个因缘。第一个，这里的善根已经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自然而然呢，他就会因为从梦中他才愿意觉醒，想好好的学佛。第二个呢，这个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愿力，让众生呢在梦中不知不觉就发现到，那这个也是怎么样，也是诸佛菩萨的佛力以及自己因缘到了哈，所以是智力跟佛力两个起来。好，所以这里讲到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善根啊，我睡觉梦里从来没有梦到过有菩萨来跟我指点。你们有没有梦到过菩萨来托梦来跟你指点过的？没有哈，你就说哇，这位菩萨怎么这么有善根啊，啊，我怎么没有哈？大家不要小看你自己，你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你醒的啊，你今天啊听了四次课了，或者你今天才刚听了，好，那大家是眼睛睁开的，而且还在思维法义，而且还可以听闻到经典，而且还可以持诵药师圣号、药师法门。你这个殊胜比这个梦中啊啊诸天来跟你啊曼殊室利菩萨来跟你好托梦来照顾你，跟发愿跟你扶持，哪一个善功比较深厚啊？当然是我们，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把握我们还能够有这样善根深厚的因缘，我们要好好的修持，好，修持这个药师法门。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若于此经诵持读诵，或护为他演说开示，若自书，若教人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花蔓、璎珞、幡盖、祭月而为供养，以五色彩作染圣姿，扫洒净处，铺设高座而用安处，而使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与无量百千天众皆依其所供养守护。好，我们刚刚讲到是曼殊室利菩萨他的发愿，好，那所以他是属于这种开发型的。那么诸天呢是啊，是怎样？是专门来扶持，扶持哪一类的人？扶持愿意修持、守持药师法门的人。那么诸天来跟你扶持，好，所以能够
诵经、读诵，那除了自己抄写或者自己抄经、诵经，或者讲给人家听，那这样呢，就以这一些庄严清净的法堂中，那大家想想看，庄严清净的法堂中，在家里，因为有时候碍于这个空间的关系，还有呢，也要看你的因缘具不具足，所以一般在自己的家中要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佛堂，这样子不太容易，但是呢，在道场里面就容易了。比如说我们如果举办药师法会，那我们在药师法会呢，我们就有庄严的法堂，对不对？我们就布置这个桌巾布，然后呢就金架，金本盖金布，还有呢大悲忏的时候还有手炉，所以还有香花、香花碟、檀香木，对不对？那这些清净的庄严的这些法器，这些法堂中要怎么样呢？要如法，要如法的供养修持。如果能够如法的供养修持，修持什么？药师法门。那诵哪部经？就是药师经。如果能够这样的如法供养修持药师法门的话，那么四大天王以及四大天王的眷属，还有呢，四大天王的这些眷属，还有他这些其他无量的百千大众，都会来到哪里？这个法堂，然后呢，来给你供养。首富修行者，修行者是修行什么？药师法门的。所以诸天降临呢，他是为什么降临呢？有三个因缘。第一个，诸天是因为要尊重法宝。那这个法宝呢，就是经典。你在诵经的时候，这个是法宝，就犹如怎么样？释迦牟尼佛以及药师琉璃光如来，他来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也就是诸佛菩萨降临，所以诸天就要来尊重法宝，护持法宝。第二个，诸天看到你们这个法堂布置如法，那么修行者心念心诚恳切，然后专注清净心，专注的听闻这个经典，如法供养礼拜，那第三个，他就会来扶持道场。那他来扶持道场呢，就可以避免这些恶鬼神的扰乱，因为呢，这些诸天是来扶持的，扶持药师佛的，扶持修行药师法门的修行者。所以诸天的降临呢，给了末法时期的众生有很大的帮助。那诸天的降临呢，其实不用刻意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正的有在如法修行的，真正在修学佛法的人呢，他不用请。诸天会怎么样？自己会来，因为他会感动，他看到这位修行者如此的恭敬，如此的这么的认真，在忏悔，在修供养，他也会来感动，来扶持的。所以不用请，他自己会来。那甚至呢，诸天莅临的时候，所以我们人的肉眼看不到，可是呢，有一些特殊的现象来证明，有三个现象，比如这个地方呢就怎么样？这个庄严的法堂，因为在诵经的时候那诸天来会发现，整个这个范围内，这个佛堂的范围内，哇，那个香味啊，跟一般的那个香气不一样，那个香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这种就是特殊的香气会怎么样？散布到整个佛堂。还有呢？佛前供的鲜花，它几天都不会凋谢，鲜艳如初，就好像从树上摘下来这样。第三个，就大众同时都看到，好像诸佛菩萨还有这些天女怎么样下降，请身向坛，然后呢同看到光明了。所以这个不是个人的幻觉，而是大家一同时都看到，
那看到这个意象，哦，那这些代表什么？诸天来扶持，好，会有一些灵验的现象，所以有些人看得到，好，那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啊，我们如果如法的在修持修行，那经本就讲诸天一定都会来扶持，所以除了曼殊师利、法王智，好，也会来扶持，发愿扶持，还有诸天，他诸天不是只有一位了。他刚刚所讲好多，对不对？四大天王和他的眷属，还有呢，药叉大将，好，药叉大将呢，他还有他的七圈药叉大将，大大小小，总共有84000个药叉大将都来扶持。好，所以重点是道场要保持清净，这种清净呢是跟修为修行有关，好，然后戒律。生活要严谨，持戒严谨，精进道业。所以，弘扬佛法，好，这样的持戒精进，好，精进道业。那有在弘扬佛法，就会得到人的尊敬、信敬。那自然诸天就会来护法。那这个是从自力，好，自己修持，然后呢，就会引来诸佛菩萨的，还有诸天的护持。所以从自利中引申他利，来帮助我们修学佛法。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世尊，若此金宝流行之处，有人受持，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及文名号，当知是处无护恨死，亦护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设以夺者。还得如故，身心安乐。好，这讲到呢，这一部法宝药师经，只要这一部药师经哦，它有在流通的地方，那么都会得到保护。好，而且不只是流通，还要能够受持，那就是读经嘛、诵经嘛、抄经嘛，好解经。好，那么。这个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也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他的本愿的功德，我们在第一讲、第二讲有讲到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有多少，12大愿，对不对？他在因地还没有成佛之前，他发大愿行大悲行，一直在发这样的愿要度众生。那现在成佛了，所以这个愿就怎么样实现？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如法如律来受持药师法门的话，以及闻药师的名号，那么就不会恨死，也不会被这些一些恶神、恶鬼来怎么扰乱，好，把我们的精气给怎么样给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精气被它躲掉的话，那。我们整个人哦，就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好，好像你看病，他也说你没病，好啊，怎么样都没有用，好，看病吃药也都没有用，那这精气你被夺了，好，那么就要怎么办？赶快修持药师法门。那这样子呢，甚至如果已经被夺了，那你赶快修持的话，还可以恢复身心的安乐。好，所以重点是。恭敬的受持药师经，以及文明意念受持力，就是药师如来、药师佛。那么药师经流通的区域内呢，不会有非分而死，那不会有这个诸恶鬼神来夺其精气。那已经被夺了，还让我们还护健康。好，所以要如法供养修持。好，那么一切。邪恶鬼神就不会来夺其精气。好，来，再来，我们再来看受持的仪轨。好，佛告曼殊师利，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曼殊师利，若有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不清净坐而安处之，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以种种传方庄严其处，
七日七夜受八分斋戒，食清净食，早浴相结，着清净衣，因生无垢浊心，无怒害心，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歌乐歌赞，又绕佛像，复因念彼如来本愿功德，读诵此经，思维其意，演说开示。好，这里就讲到那个仪轨哈。我们知道，我们受持药师法门，就会得到加倍佛力的加倍。好，那么如果有净性，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有学佛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果想要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那怎么做呢？他就讲到要照例彼佛形象，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参加药师法会，来看，因为刚刚有讲到个人的佛堂、居家的佛堂，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这些法物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在台湾，各分支道场都有在举办药师法会，所以我们从一场药师法，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布置，就种种床幡、庄严起处，那这些都是属于堂场的布置的事宜。那再来，这边经文就讲到要七日七夜。七天要受八分斋戒，然后让自己要早浴相结，要吃素，然后呢要早浴相结，那就是在帮助你自己身业的清净。身业的清净呢，到口业、意业的清净，所以经文也说不要有垢秽染浊。什么叫垢秽染浊？我们的心念呢，我们的业垢，我们的业障，这个垢重嘛，所以就是这些垢会染浊，所以把我们的佛性给盖住。所以他这里说不生，可是如何不生呢？对末法世界众生是很困难的，可是对我们在学习的，我们是凡夫众生，我们是婴儿型的菩萨，我们正在学习菩萨行，所以我们也是试着在学习。试着在学习，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烦恼升起了，烦恼升起就是垢秽染浊了。烦恼升起了怎么办呢？赶快再给他善念，善的念力。那什么叫善的念力呢？给他佛的名号。当我们这恶念一起来，赶快给他种下佛的加持力。那当你在念佛，你还会发怒吗？不会的嘛。所以你这个不发怒的心就会减少。那当你一直在念佛，在诵经，那因为经本都是告诉大家利乐众生，利乐众生，利他，以利他为主，饶益一切有情的众生，所以就是在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平等心，那久而久之，你的意业就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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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的清净。但是你说完全清净吗？没有那么快。我们知道这个学佛路途这个旅程是很长的。但是我们先把握这当下的因缘，进行受现生命。至少我在参加法会的时候，我还是秉持这样，就是秉持的正念，如法如律。那当我们一个念头不好的，再怎么样拉回来，拉回来到哪里？继续经文，继续药师咒，继续药师琉璃光如来。所以当我们想到，不对了，我的念头不对了，不正了，再转过来。所以称念佛名，意念佛的功德。所以读诵经典，思维其意，那甚至还把这个药师经的好处，修了药师法门的好处告诉人家，
好，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周遭的好同事朋友们，都来怎么样？都来参加药师法会，好，或者都来听经闻法。那这个也是怎么样？间接的演说开始，好，因为你说啊，可能我说不出来，啊，没有关系，建议人家来参加，是不是也是在弘法？好，也是在护法。好，所以这些受持的仪轨，啊，对诸位菩萨来讲，就是在家里你很难做得到这样，没关系，我们来道场，来道场参加。好，那你会说，如果可能道场离你很远很远，那么我们只能怎么样，在家里？好，如果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佛堂，那怎么办？你在自己的一个地方书桌里面，然后有这个药师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它第一页就有佛的佛像，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佛像。那你在诵这部法宝的时候，就犹如药师佛，就好像就在你面前，那你也是在供养药师佛。好，所以让诸位菩萨能够对受持药师佛受持药师法门能够升起信心。再来讲到受持也会得到加倍，所以受持有什么效益呢？就能够得到福益。好，这是什么福呢？有四种非常非常殊胜的福报。好，我们念一下：随所要求，一切皆遂；求长寿得长寿，求护老得护老，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好，有没有很殊胜？想不想求了？啊，一般啊，你们大家就是想要求这个送的这个经文啊，然后修药师法门，我就在等待呀、如何让你延寿？啊，那你说啊，法师，我才不要回那么久。好，那问题是延寿是延什么寿呢？延你的法身慧命啊，真正的是你的智慧，让它怎么样能够更长一点？好，然后你的法财能够怎么样？能够多储存一点无尽的法财。好，那我们来看，以现生的利益呢，其实修药师法门，如果这一生好好的修药师法门的话，其实你这辈子不会太差。为什么不会太差？基本的这些欲望，好，你其实都可以得得到，好，都可以得得到。因为药师法门呢，就告诉我们说，从现实世俗的祈求中，可以让你满愿，而且在储存最后这个就近的解脱乐。可是满愿要如何的满愿？我们再从药师经，我们可以知道，好，要离恶，对不对？有些那些不好的，我们就要怎么样？要防非止恶，好，要把一些不好的啊，这些恶念、恶的行为，我们就要改掉。好，所以有离恶，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得善。好，那真正的啊佛法，要我们的走的路就近解脱乐，所以从现生乐、后生乐到就近解脱乐，所以这里真正的啊想要求长寿、得长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层次再怎么样？在提升，啊，我们要的长寿是什么？无量寿、无量光，大家还记得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什么？无量寿、无量光，啊，所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哎，也可以真正怎么样？无量寿、无量光，好，那这个是无量寿呢，就如实的智慧，正的法身慧命。好，所以说我们现在修学佛法，好，我们要求的这个寿命啊，就是啊这个永恒的法身慧命，不生不灭。护老呢，好，我们说啊这个财啊，啊这个世间的财，但世间的财呢，这个福报是会漏的啊，对不对？唯有啊出世间，唯有无尽的法财，它是不会漏的，因为它受用不尽。好，它呢可以因为好这个世间
好，我们因为我们所种的这一些无漏的，无漏的，怎么叫无漏？就是无漏的智慧。好，我们知道修福报，福报当中有两种，一种是有漏的，一种是无漏的。那有漏是因为有所求，对不对？有所求才修啊，我们的福报。所以你一直储存你的福田在你的功德法台，可是如果你一直都在提款，好，那你没有在存款，那你银行里面的法财也会怎么样？也会用尽。好，所以重要的还是智慧的法财比较究竟，因为智慧的法财呢，才能够受用不尽。好，那官位呢？好，我们希望说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能够往上爬，我们的阶位能够往上爬。好，在现身的是可以哈，但是真正的啊，在佛经上有讲，佛他才是一切法，他才与一切法得大自在，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王，所以他的地位的崇高超过一切有权力者。好，还有男女，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所以在佛经都讲善心诚实男，也就是说要以善心诚实为男子，柔和忍辱为女人。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修药师法门，也是以善心诚实柔和忍辱，好，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念，我们来修持。好，所以药师法门的最高境界呢，是以正的法身慧命，具备功德法财，然后呢，甚至最高的登法王位，最后登到怎么样？正的佛果位，以及有诚实跟忍辱的德性为愿望。好，以这个诚实跟忍辱，好，学佛就是要怎么样？脚踏实地，好，老实修行。那人在老实修行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瓶颈，所以我们要以怎么样柔和忍辱来调柔我们这种功高我慢刚愎自用的好这种傲慢的凡夫，好，都会有这些好我执，那么就要用诚实忍辱来做调整。好，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若复有人忽得噩梦，现出二相，或怪鸟来起，或于住处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之具恭敬供养比师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二梦二相诸不吉祥，皆心隐没，不能为患。好，好，甚至有人呢会在怎么样会在梦里得到噩梦哈。那这个噩梦呢会有这个恶相，恶相现前，好，好，例如呢有不祥的怪鸟，好，这边呢举例的是像猫头鹰啊、乌鸦，好，乌鸦在中国，是把它列为是怎么样？乌鸦出现是吉祥还不吉祥？在中国来讲好像不吉祥，对不对？好。可是你们知道吗，在日本乌鸦还蛮受欢迎的呢。好，所以乌鸦不要投胎到中国。那个投胎到哪里？到日本。好，好，所以每个国度那个文化啊，所以他们的业报也不一样。好，所以你看那个乌鸦或者猫头鹰啊，他们工业当中，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工业当中有自己的别业。好，那这里举例就是说，哎，像这种怪鸟出现了啊，突然飞到家里的，那我们的啊，哇，好像跟他不太顺了，好，还是觉得好像那个有不好的预兆过来了啊，甚至会怎么样？百怪出现，好，什么叫百怪出现呢？就房子啊，突然怎么样巨响，好像那地震的感觉，好啊，甚至突然怎么样，那个餐盘啊、器皿啊，你没有打破也没有掉下来，怎么样？它就自然会怎么样破掉，啊？或者在半夜的时候会闹怪声，啊，种种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
啊，这是什么样百怪出现，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然发生，那这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呢？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遇到过？好，你们都很无帮，没有遇到过啊。那这百怪出现呢？那就是说，个人或家庭就会说：“哎呀，他有不祥的预兆。”啊，事实上，这种不祥的预兆呢，其实呢，是也算是一种，他要将发生了，可是还没有发生，所以会有一些预兆。就像我们知道，九二一大地震，它要出现的时候，地震快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有些动物，它就已经怎么样，在要搬家了。只是因为防护众生，哦，灵敏度没有某些动物他们灵敏度高，所以有些动物它就有这一种本能，它就知道，哎，好像这个大自然现象，它就赶快要搬家了。好，所以其实百怪出现是也是，如果没有佛法来讲，其实它是很正常的。那这里讲到在长老印顺长老在这一本书里面，药师经讲解也讲到，说就像啊，报纸有报道，好，说像狗。哦、其实他有预感，好，遇到这个房子要塌下来，所以他就怎么样冲出去，可是房子还没有塌下来，他给我叫啊叫啊叫，让他主人知道说赶快逃出去，就主人就赶快逃出去，因为觉得好像怪怪，一出去哇房子塌下来，好，那你说这个狗啊怎么样，是帮助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好，因为狗本身也有这种预感。好，那就根据科学家研究，不幸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有些动物它确实可能有这一种第六感官，所以预感得到的。好，那么以佛教来讲，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长老告诉我们，不要慌，不要紧张。好，那你一慌，你就没办法应付。好，那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称名念佛，好，多念佛，好，然后把心定下来，好，那这讲呢，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好，意思是说，你把你的心念调整到佛号，然后不要把它真的是一种世界末日到的这么的害怕，好，否则的话一慌，你根本没办法逃出去，先把你心定下来比较重要，所以说这一种。我们的这一种预兆一出现的时候，有些菩萨可能都会有一些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今天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自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那怎么办呢？就是修持你的法门，比如在这边讲到药师法门，那我们就是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或者药师佛，持药师咒，诵药师经。好，这样子，那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些不好的恶兆，好，就可以把我们的善念把它怎么样，好，把它灌输进来，把我们的善念再发掘出来。因为当我们在这一些预兆还没有成型，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业障业相要现前，在它还没有完全现前的时候，我们赶快给他大量的善的种子，那这种善的种子呢，就是称名念佛，我们意念，所以让这些种子，我们八四田多这些种子重新的组合给他转念，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重罪轻受，重罪轻报。好，第二个，如果是真的我们的修行，好，是真的是自己好，这修行有亏。什么叫修行有亏呢？好，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毁犯，对不对？戒律有时候会犯戒啊，或者我们可能造了一些恶业，那怎么办？赶快的虔诚称念药师如来圣号，那祈求佛力的加倍，而且要非常的诚恳。好，那么这一切的怪事就可以慢慢的消灭。好，所以遇到怪现象被扰乱了，好，要准备各种美妙之具。好，那事实上准备美妙之具对诸位菩萨来讲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就可以简单就是说把你自己的范围内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然后来参加，来到场参加法会，然后这样呢在恭敬供养，好，要供养三宝，
然后呢写牌位。那这样的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也会佛力的加持，那这些恶梦恶相这些不吉祥的现象皆心隐没，不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好，那再我们再看这个经文，或有水火刀毒玄险恶相狮子虎懒凶皮毒蛇恶蝎蜈蚣油盐文盲等部，若能至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部位皆得解脱。好，啊，这里的狮子啊，就是应该要用那个，就是那动物那个狮子。好，这个来不及改过来，好，麻烦你自己改一下。好，那这一些刀灾恶相，啊，就是凶猛的动物。好，这些恶狮子、猛虎、凶狼、啊、熊皮、啊、这个油盐呢，就是跟蜈蚣是同类的动物、啊、也就是都是比较是属于毒险的、啊、这些动物呢、啊、这些呢危害我们、啊、怎么办、啊、我们会害怕、啊、那应该要至心意念药师佛恭敬供养，那这些的部位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解脱。好，所以为什么会遭受遭遇到这些啊、这些猛兽毒虫的当害，这些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自己业障现前。为什么？因为过去无量生中我们害过他，好，那这些业障会现前。第二个是可能你也跟他结不好的缘，那现在的心意太毒。为什么心意太毒？你要卖钱，贪财啦，对不对？杀掉他，好，你还可以去拿去卖，好，我这杀了来吃，好，这就是那个杀意，好，这个心意太毒，那怎么办？赶快称念药师圣号。所以毒蛇猛兽，它会伤害人吗？其实不一定。最主要是你的心念，因为我们的人心啊怎么样，险恶啊，态度太坏了，所以呢他一旦看到人啊，他就会主动，就会为什么？因为他被人给怎么样给伤害过几次，他就会怎么样贴标签，就主动就会你可能会伤害我，所以他就开始防备起来，所以他是为了自卫，所以会伤害你。那如果大家有慈悲心，毒蛇猛兽其实不会伤害人的，好，所以就这里就有人就问，这就举例了哈，就有人就会问那个驯兽师，哎，像他们啊，驯兽师啊，整天跟这个老虎、狮子打成一片，他为什么他不会受伤？为什么这驯兽师他有什么本领？为什么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也不会受伤？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要伤害他，好，他说只要取得这些动物的信心，而且让这些老虎狮子知道你确实没有要害他，那么他就不会咬你。所以还是心念的问题，好，如果心念是慈悲心的，他知道他也不会这样伤害你。所以如果你变他的好朋友，你怎么样跟他抚摸玩弄，他都不会在乎的，因为他把你当成跟他同类的。好，所以虎狼猛兽其实他是怕人的，他是怕人的，但是因为他们本能跟经验，所以不得不怎么样，他就会抵抗。那如果有人真的要伤害他，他就怎么样，他的那种保护自卫的那种是很强的，他就会来抵抗。那么我们就是要用善念来，我们害动物的这种心，这个杀念我们就要把它断掉。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下一段经文，若他国侵扰，盗贼反乱，意念恭敬彼如来者，亦皆解脱。好，那这里讲到的就是内忧外患，好，内乱外患，好，受到其他国家的侵扰，这叫外患。好，那自己国内怎么样？盗贼反乱，
那叫内乱。那不管外患内乱，都是什么共业，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大家的共业所成，所以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少数的人的事情。好，所以大家应该要一心一意，自心一意来修，而且是集体的哦，而且共修力量会比较强。那集体的称念佛号，恭敬礼拜，还要发愿忏悔。好，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过去生中共业所感，所以我们一样好，我们要发露忏悔，发愿忏悔，好，然后才能够灭除国难。而这个国难就会怎么样？就会从重转轻。那这一些被他国侵扰，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哎，我们就会转轻，然后就转轻，甚至到化无。他们甚至会来侵扰，好，侵扰我们国家了哈。所以这里也举例说，在元朝哈，当时呢，这元朝兵力很强，那他曾经派兵，然后东征。要去就是东征日本啊。日本呢，因为他小国家无力抵抗，好，那其实日本也很有善根哦。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发动这种护国息灾消灾的法会，好，而且是整个全国民众，好，这个整体的力量，哇，他这个用这个祈祷佛力的加倍，结果真的这个援兵呢，又两次的进犯，好，要去讨伐他们，结果就怎么样？因为佛力的加持，让援兵的兵船就怎么样？因为风雨把它船覆、摧毁，所以日本的国难就怎么样？幸免，好，幸免就不会得到这个灾难。好，那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发起护国消灾法会。好，那这个法会我们可以用什么法会？药师法会也可以，大悲忏也可以，观音法会也可以，地藏法会也可以。好，那重点是整个全国的老百姓一起来祈求祈祷，好，这个佛力的加倍，这比较有用。好，那他说后来呢，日本他也是反转来侵略我国，就酿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历史这样写嘛，哈。那美国也参加攻击日本，情势很危急啊。日本也曾经又再次的用这个方法，结果没有用，原子弹居然落在日本。那为什么上一次那个有用，这次没用？因为日本要伤害，对不对？之前是怎么样被人家伤害？那这次呢是要害人的。好，那这里就有讲佛力的感应呢，如果是受到人家的侵略，那么你求佛力加持是有用，可是你要侵略别人是怎么样，这是不行的。好，这长老这边讲到罪有应得。好，因为你在害人家，除非确实是自己的问题，好，或者的话，好，你要去伤害人家，你再怎么用这个息灾法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还是讲那个重点，好，你诵经祈福，为整个个人，为你的家庭，为整个国家，都要怎么样？如法如律，好，如法修持。所以要看你的动机啊，纯不纯正啊。若害人，活菩萨会不会帮你？不会啊。好，我们看下一个经文。护持曼殊师利，若有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信行不是于天，唯当一心归佛法身，受此境界，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比丘250戒、比丘尼500戒，于所受中或有毁犯，不为恶趣。若能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善恶趣生。好，这里讲到进行，好，什么叫进行？就是这一切的生命进行受，不是于天。也就是说，我们
最主要是以皈依三宝，不要皈依天魔外道。所以就有人是说，哎，为什么我们皈依了学了佛，为什么连财神爷都不要？好，就有人就会疑问啊，啊，财神爷有什么不好？可以帮助我什么发财啊，啊，求之不得啊，为什么还要不施于天呢？好，那这里就讲到说，其实求财、求寿、求男女，刚刚不是读到了吗？啊，求长寿的长寿，佛法就有可以给你呢，佛教也都可以你，可以给你，样样现成啊，也能够满足众生的心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供养非佛教的财神呢？好，所以有句话说，敬鬼神而远之。好，所以最主要的信佛是不皈依天魔外道，是以皈依三宝为最根本的原则。好，所以不是于天。好，那这里也讲到有人怕受戒，好，怕受了戒，哎，怕会犯戒。好，那我就哎呀，我受了戒我又不能好好的守持，好，那犯了戒，哇，犯了罪啊，那这样我会更重呢。好，其实即便你不受戒，你还是会同样有罪过，就是什么过？信戒。好，就还是有这个信戒的罪过。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我们要持五戒、十戒、十善还有菩萨戒，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啊，自己要很清楚，有怖畏心，我们要升起这一种惭愧心，然后能够痛彻的悔改，发怒忏悔，那这样佛力就会给我们加倍，再会给我们重新改过向上的机会。好，所以只要犯罪的众生，犯罪的众生，犯戒的众生，我们只要专心称念药师佛的名号，恭敬供养药师如来。好，那我们在上一讲也讲，好，重罪会怎么样？轻受。好，那这样以此善根的功德，我们犯罪的罪垢就会慢慢慢慢慢慢，它不肯马上消除啦。好，因为烦恼业障深重，但是至少我们好好的这一生进行说好好的修行的话，那么必定怎么样？不受三恶趣生，不会到三恶道去。好，来，我们看这段经文，或有女人临当场时受于疾苦，若能自心称名礼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所生之子身份具足，行胜端正，见者欢喜，立根聪明，安隐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好，当有女众菩萨生产的时候会受疾苦，好，那也可以帮助好女人在生产受到这些苦难。好，那就有人问到说，啊，这个产房是误会啊，好，那可不可以念佛啊？可是经文说要念佛，可不可以？可以啊。你会说啊，可是那误会啊，这样会不会啊？诸佛菩萨不会来给我们加倍？好，其实这个观念哈，不用这么想，因为呢，诸佛菩萨他把一切的众生就等同是爱子。好，所以众生是诸佛菩萨要度化的对象，所以没有分，啊，没有分别的，没有分这个环境是污秽或者是清净。好，那甚至是污秽的环境，诸佛菩萨更是要怎么样？更是要来度化众生。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地藏王菩萨都到哪里发愿？好，到地狱。好，就啊，广度众生。好，所以只要呢自心称名礼赞恭敬供养啊，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产妇呢是可以脱离病苦。好，所以除了自心称名礼赞，其实本在这个孕妇啦，好，当她怀孕的时候，平常就要多诵药师经。那么一般菩萨所知道的是诵哪一部经？《普
苦满品也可以，药师经可不可以？可以，这里就讲到了。好，所以你胎教就开始，要来用胎教，这个就是胎儿的教育。为胎儿的教育呢，就是开始要预备，储存我们的资粮。所以在胎教，妈妈就是要多称名礼赞，然后要诵药师经，然后要闻名意念，然后持药师咒。那这样子，产妇生下来的小孩子女会怎么样呢？因为在妈妈的这个念佛礼佛的功德，所以生下的小孩子呢，他的身份、手足、五官都是具足的，也都是非常的完美，而且庄严端正，看到哇就好欢喜，因为他的庄严相，那就是欢喜心，然后呢还是天生怎么样聪明，善根深厚，又有智慧，从小到大呢都怎么样安隐无事，都不用爸爸妈妈操心，少病少恼，就问你很殊胜，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你只要在胎教，现在怀胎几个月，8到10个月嘛，你想想看，你这个10个月以内，赶快修供养，赶快诵经，赶快吃药师咒，可以换来这么好的一个胎儿，才不要说到时候把你都没有做功课的话，那到时候把他生下来还要这样，我大家气心都没有，还操心啊，那你要陪着他一辈子呢，有没有？就会很操心，大人就会很操心小孩子的安危，甚至有到30岁呢、40岁的、50岁呢，这些大人这个爸爸妈妈都还是为小孩子在操心，因为小孩子即便大了，在妈妈的眼中还是怎么样小孩子。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在这个正在怀胎的时候好好的修行，那么小孩子拜多啊开喝一个期，对不对？比较好养啦。那这个就是因为平时我们就要做功课，那就不会有非人来夺其精气，那就比较容易抚养成人。那你说，可是妈妈是妈妈的业报啊，那小孩子也可以得到福报吗？妈妈在胎儿里面、胎教里面帮他诵经、帮他持咒，会不会庇佑到胎儿？会不会？会啊，这里就讲，因为当然自己造业，自己会感得这样的一个果报，可是这种强的辗转的增上力，也就是说闪转间接的，也就是说别人业力可以互相影响，引发自己的果报，尤其是父母的这种善恶业因，也会影响到儿女的祸福，也就是尤其是妈妈在怀胎的时候，她的这样的一个胎教会真的深深到影响到她的子女的未来。所以说现在胎儿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那最好的教育就是怎么样，你给他放那种火号，一直给他放着，那这个胎儿慢慢的耳濡目染，有这个佛号的加持力，他一定是安隐少病少烦少恼的，绝对是，经文就是这么讲。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念下一段经文。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如我贤扬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只是诸佛甚深行处，难可结量，汝为信佛。那这个就是引用这个阿难出现的阿难尊者。他为什么要问阿难呢？其实阿难是完全的信解，可是呢众生呢对这一种甚深行处难可结了的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功德力呢，众生还会怎么样？还会有疑惑，所以呢，就以阿难为发问的对象。所以世尊就提出假借跟阿难尊者的问答来怎么样作为给大众的一个
一个提示，也让大众知道说这部经典是难遇、难信、难解的药师法门，他的德恨是不可思议的，德恨婆师或德行，好，他的德恨婆师婆师是不可思议的，他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好，也就是他的殊胜呐、啊，好，太伟大了哈，所以阿难就回答，好，大德世尊，我于如来所说契经，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来生于意业，无不清净。世尊，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三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好，那从这经文大家可以知道，阿难尊者呢对如来所说的契经，契经是什么？上契诸法真理，对于诸佛菩萨所讲的这种佛法的道理，它是真理，不会起疑惑。下契呢是怎么样？也就是用这种真理来度化众生的契理契机契经，阿难是深深信受，不会起任何的疑惑。好，那么所知道要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他一定要等一下经文就会讲，唯有一生不处的菩萨对真理是完完全全的信受，到一生不处的菩萨才算哦。啊，那之前都怎么样？都还是疑惑，也就是对我们对这一种法性真理法则，我们都会起退心，更何况凡夫众生。好，那么阿难对佛的三业清净，他是绝对相信，他不会疑惑的。他说呢，纵许日月轮有掉下来的一天，啊，这是怎么样？如果遇到这样，实在不太可能呐、啊，哈、哦。须弥山有轻动的一天，好、哦，他就是做这样的比喻了，哈、哦，就是说佛用这样的比喻，是说佛阿难对佛所说的这一种可信性，完全的相信，不会动摇的，始终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所以用日月轮、须弥山的这个来做比喻。所以说佛语不虚，无庸疑惑。好，所以无庸疑惑呢要怎么做呢？第一个要有信心坚固，无有疑惑。好，然后呢要有虔诚恭敬，而且要恒常心。第三要保持善心，不可作恶。好，这个平时我们修行就要居住这样这三个质量，那么我们就会慢慢对这个佛所说的圣言量、圣言量，我们就不会怀疑。所以佛的功德呢，他的愿，好，他的愿行呢是不可思议的，难信难解。所以众生呢，在这样难信难解中能够起信解，实在很难得。好，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经文。世尊，有诸众生性根不具，闻说诸佛甚深行处，作是思维，云何但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便获而所功德胜利，由此不信，反生毁谤，比于产业四大利乐，堕诸恶趣，流转无穷。佛告阿难，是诸有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自心受持，不生疑惑，堕恶趣无有是处。好，就是讲到众生呢，如果因为善根不够，那么听说诸佛甚深行处，啊，作是思维，好，他就会想，怎么可能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佛号就可以得到功德胜利呢？他起疑惑，啊，因为这种不相信，这种疑惑，啊，然后还变怎么样？毁谤，然后就会怎么样？好，就会堕诸恶趣，流转无穷，堕到三恶道。哈，那我们知道，《般若经》经本都一直说，
一切的功德赞叹经典，因为这个经典是法宝，赞叹经典法宝是最大的功德。相对的，一切的罪过以什么为重？毁谤经典为重。因为你毁谤经典就等于是毁谤什么？三宝。好，所以不要轻忽他。所以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就可以起净心，然后要起净心，要自心受持意念，恭敬供养，不生丝毫疑惑。如果都这样做到，还会堕到三恶趣？不可能的。好，在这里佛经就是说保证不可能，你都这样起净心了啊，自信受持这么努力的修行做功课，还会堕到三恶趣？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一回事的。好，所以重点是自心。自心，什么叫自心？也就是你的心念动机都是纯正，如法如律。好，所以自心是称名诵经功效的关键点。好，如果你都有在自心在受持意念啊，我们不会毁谤。好，因为我们相信佛所说的是圣言量。好，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阿难，此是诸佛甚深所行，难可信解，汝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阿难，一切声闻独觉即未登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信解，唯除一生所系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中信敬尊重亦难可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复难于世。好，这里就讲到诸佛甚深所行难可信解，而汝今能受，汝是指谁？阿难尊者。好，他今天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应该要知道这完全是如来的威力，佛的加倍力，让阿难尊者能够怎么样尽信信受奉行。好，那还讲世尊还讲，以甚至一切的声闻独觉二圣圣者，以及未登地的诸菩萨。什么叫未登地？还没有到达出地以前的叫做未登地的这些菩萨，他们都还不能够如实的信解哦，还不能完完全全，也就那个成分啊，没有那么的百分之百有如实信解，可是它的成分还不是百分之百，还是会有一些些的疑惑。只有直到什么时候是完全的相信呢？直到一生不处，一生所系的菩萨就是一生不处。好，就是即将成佛，等觉妙觉嘛。好，那你想想看，要到这么高的阶位，好，所以对这个法性啊，能够这个坚忍啊，相信啊，而且不生任何的疑惑，而且到死的时候能够对法还能够完全的信受奉行，而且不会起任何的疑惑。好，不会起任何的疑惑。好，那这真的是怎么样难可信解。所以对诸佛菩萨这种甚深所行，为什么能够这样？是善根现前。好，所以佛的功德他的愿行不可思议，所以不是我们众生所能够理解得到可以想象得到到的。好，所以在未登出地以前，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些贤位的菩萨们也都不能如实的信解，那么佛国的功德凡夫也不可能如实的信解，那甚至声闻缘觉二圣的圣者地前的菩萨也不能如实信解，只有哪一类一生所期，也就是下一生就成佛的补处菩萨才能够如实信解。那大家还记得吗？一佛二菩萨在药师佛他的左右是哪两尊菩萨？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这两位大菩萨都是什么？一生所系的菩萨，
所以这两位菩萨还记得吗？他们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药师佛的正法宝藏，有没有？他经文这样，正法宝藏。好，所以阿难尊者的性跟我们的性同属于阳性，真正的如实性要亲自体证。好，那么从阳性到怎么样？到正性、觉性，好，那是极其不容易的。好，那我们现在还在学习。好，所以这里经文就讲到，人生难得，信见三宝更难得，还有听闻药师名号更极难得。那诸位菩萨做到了没有？我们做到了吗？大家相信三宝吗？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人生难得，我们有在听闻佛的名号，好，那是很难得的。可是我们能不能持久啊？好，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持久？好，会不会起疑惑？好，当我们困难来的时候，临命终时，我们对佛菩萨还是坚定的吗？对学佛路程还是坚定的吗？会不会起退心？这是一个重点。好，所以对佛的果德难信人信，难解人解，所以才显出信解者所获得的功德。其实他是能够完全的信解，他的功德是怎么样？是大的。好，所以药师法门呢，它是属于难信易行的他力易行道，因为他要靠什么？靠佛力。好，然后又是现身的，好，在这一生给我们殊胜的法义法乐，这是一个易行道。所以药师佛他的本愿的功德是以佛的不可思议的果德直接回施给众生，所以这种甚深的境界，这种甚深的境界只有佛跟佛之间他才能够知道的。好，好，我们看下一段经文。阿难，彼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行，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余而广说者，皆可速尽彼佛恨愿，善巧方便，无有尽也。啊，说彼佛行愿、恨愿都可以，所以佛有无穷无尽的功德，所以难以信解。那么就是因为难以信解，所以显得佛的功德是无穷无尽，好，就是没有办法道尽。他是说他的功德啊，无量无边。好，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也讲到。好，再来我们就要讲这个延寿法。好，那这个就是菩萨红传，开始讲菩萨红传。哎，一个菩萨出现了，就是救脱菩萨。好，那救脱菩萨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让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因为他已经知道末法时期众生因为都有病难，那我们当今社会我们都遇到什么样的病、癌症，对不对？重病啊，重病，我们怎么样远离癌症？好，所以这里讲到怎么样延寿法。好，我们念一下：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救脱，即从坐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屈躬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法转时，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厄，常病累瘦，不能饮食，喉唇干燥，见诸方案，死相现前，父母亲属朋友世事，地气围绕。好，在这种病患垂危啊，好，所以是这个救脱菩萨为我们向法转时。我们从末法时期的众生来请法，就说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到临命终时啊，就会这种死相现前，那怎么办呢？那父母亲属就会怎么样？会担心，会害怕，就不愿意你的家里、你的亲人这么快的离你而去。好，那这里就会讲到神是受报。好，我们念一下：难彼自身卧在本处，见阎魔使，引其神识，
至于阎魔法王之前，乃诸有情有具身神，随其所作，若作若服，皆具殊之，尽持诵与阎魔法王。尔时彼王推问其人，计算所作，随其罪服而处断词。好，那这里讲到啊，阎魔使、阎魔法王。好，那这个呢，就是鸠罗菩萨要适应末法时期，好，这种比较根钝的啊众生啊，业障比较深重的众生，它有个通俗的说法。所以这阎魔王，我们就想到什么啊？中国古代的那种历史小说《阎魔王》，对不对？好，他引用这个，所以大家在读到这个经典，就会很好奇是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如果我们用唯识学来解释，就大家就会比较了解。好，那我们先看哈，这病人呢在垂危的时候，啊，他就好像看到，好，就自己身体就卧在本处的病榻上，他就好像看到，好像真的有这个阎魔王的使者要来抓他，要抓他到哪里？哎，要把他的神识勾引到这个阎魔法王，阎魔王，好，来怎么样听候审判，好像来判定他的罪行到底要去哪里哈？但是，那这个法王，好，在这边有三种，也就推行十善，那叫什么？转轮圣王、转轮法王。好，那还有治理地狱罪犯的，就是阎魔法王，还有与一切法得大自在的无上法王。有这法王就有这三类。好，那这也就是说，其实在病重、好闷厥会昏迷的状况呢，好，就会见到这个阎魔使者。好，那就是说，过去所做的业相的现前，它是幻现果报的影像，它不是真的死去，而是也不是说真的被这个阎魔使者把他抓到地狱，而是呢，它是一种为事所现，业障现前，将死还没死，那么死相间怎么样现前，让你看到你会害怕。所以用唯识学来讲，这讲的神识就是第六意识，不是第八阿赖耶识。如果是第八阿赖耶识，那表示你生命是结束了。也就是说，像就好像在做梦，譬如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早上或者是整天白天的那种压力，好，那种压力过大的时候，到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些噩梦，被追杀追讨。好，那这种梦就是什么？第六意识。那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说，在见人闷觉或昏迷过去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死亡。死亡了吗？没有，那只是一个怎么样第六意识的一种现前，其实他还有第八阿赖耶识在支持，也就是他生命还在，生命体还存活着。好，那只有到第八意识、第八识脱离了躯体，生命才结束。那生命结束，它是不可能复活的。好，所以这里就是说，因为平时用这段经文，就是在说明说，平时众生的所作所为，到了将死的前夕，好，将死的前夕，业相就会从神识就会显现出来，可是他还没有死，好，就会让你好像看到这样子。那就好像，例如说，好，宰羊杀猪，有人以这个为职业嘛，哈，那他在临死前，临死前，他就会看到这些猪羊都会来怎么样，来讨命，好，那让你害怕。好，那这里刚刚也讲到经文，讲到具身神才是第八意识，所以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具身神帮你记录，那这个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这个具身神是你自己的业识，那叫第八识，这叫阿赖耶识，是你自己的，不是另外有一个神，不是，是你记子自己都会记录一切的种子，善的种子、恶的种子、无记性的种子，那这些种子呢，都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存在那里，
在还没有化为现行以前，它永远保存在那里，保存在那里。那么这期生命，它将死亡以前，它就怎么样？就业相会现前那里看到。所以经文讲到见阎魔、阎魔王使者等等的这些现象，其实只是业相在你心田里面，在你的心思里面啊变现出来，所以它不是。就是说，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这大家知道吗？好，所以因为经文这一段，大家会比较看不懂，所以我学学来解释，大家比较知道哦。原来啊，是我们的曾经造过这样的一个罪业的种子现前出来。那如果我们一直在造恶业、造罪业，造了很多，哦，譬如说这一讲到啊，杀鸡宰羊的这个，你会不会害怕？会呀，啊，杀生杀多了，哇！其实不用讲，到临命终时啊，就是平日晚上睡觉也会怎么样，也会不安的。好，所以因果业报哈，我们还是要戒慎哈，要谨慎。好，那怎么样呢？作命续福呢？好，这里有讲，是彼病人亲属之事，若能为丙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生转读此经，览七层之灯，选五色须弥神幡，或有事出，彼是得还。而且这里讲到是说，其实最好就是我们去道场参加药师法会，因为药师法会有法师的带领。好，那么燃七层之灯，我们怎么可以在家里燃七层之灯？那我们就到道场怎么样点灯？好，帮他修供养。帮他种福田，那至于五色须弥神幡呢？这个我们也不容易做到哈，所以这个只是以古代传统的这个方式。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叙说哈。啊，重点就是说，病人受命在还没有受尽之前，如果他还有善根，也就是说，哈，他还可以活下来，寿命还没有终了。好，就是还可以活着的时候，你赶快给他什么善的种子，好，怎么好，就是帮他代为皈依，好，代为皈依，好，就是说，哎，我可以申请法师，他意愿帮他皈依，或者怎么样，赶快到他的，好，他的病房前，赶快为他诵经、念佛，那就可以帮他延寿。可是呢，如果有的老菩萨、老人家，好，他寿命已尽了，啊，也就要怎么样，也就要告别这世间了。那么这一生的业报已经将尽了，那没有办法挽救。那么说怎么样？至少他往生的时候，往生的安详。好，所以并不是说啊，我都继续帮他这样做，那他的寿命一直延，永无止境。那有没有人永远不死啊？没有啊。好，所以。啊，等一下呢，就阿难就会提问题了哈。所以如在梦中明了之见，或经7日，或21日，或35日，或49日，彼是还时，如从梦觉，皆是意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有自见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好，所以能够帮他做这些善业、善行的话，那他就可以怎么样？哎，就可以哎逃过这个命难。那他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啊，就好像因为他好像感觉是从梦中醒过来啊，因为啊家属赶快帮他做大。好，这是大量的这善的种子，帮他修筑供养、称名念佛，让他意念他的善业。那他呢，就好像从梦中醒过来，那他从梦中所梦到，他就完全的相信因果报应，然后他就会警惕自己，不可以做坏事的，赶快做善事。好，因为他绝对不会再造了，因为害怕得到苦难。好，害怕受苦，好，所以死相现前、生命垂危的这些众生呢，好，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药师如来慈悲愿力？因为他身历其境，所以他确实见证到业感果报，所以他绝对不会做这种越轨的非法行动，好，乃至遇到命难，他还是怎么样？
不会造作任何的罪恶业，因为他好像在地狱的生死边缘怎么样被救过来。好，再来就是要诫劝，好，是故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受持啊？叫文明意念，然后随力所能啊，来恭敬供养。那就是我们可以到道场啊，就是供养三宝，参加法会、写牌位、诵经、好、啊、持咒。好、啊，那这里阿难就问鸠多菩萨了啊，他就问说：善男子，应云何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续密梵灯？护云合照，好，那这里讲的续密梵灯，好，跟这个长明灯，好，那事实上我们这个五色续密幡，好，以这个现代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哈，那我们只能怎么做？到道场参加，好，那你再不能到道场参加，你自己在家里，好，怎么样诵经持咒，好就可以了，好，那么鸠多菩萨就说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苦，当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以饮食及于之具随力所伴供养比丘僧，昼夜六时礼拜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七躯，一一向前各持七灯，一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幡，长四十九折手，应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恨恶鬼所持。好，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仪轨，好，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三夜清净，还有懒七层禅明灯，好，还有这个五色续命神幡，还有为病人皈依药师如来，好，那昼夜六时要礼拜供养，好，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好，还有请众生读诵药师经四十九遍，还有放生，好，那这都对我们来讲呢，啊，就是菩萨们有在学佛，啊，如果有受了五戒，那就可以怎么样？就受持八关斋戒，那么至于这个点灯，我们该到场帮他点灯。那至于说请出家众来诵经，我们可以到道场怎么样去参加法师主持的法会就可以了。好，那去参加的时候帮他写牌位，帮他点灯，帮他供养三宝，这些就可以了。好，那至于放生的话，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什么？护身。那么刚讲了那么多的仪轨，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变经图当中那个图像，好，就把经本怎么样，好，把它透过这个画，好，把它显现出来，留一张这样的一个变经图，我们就等于在做那个仪轨。那因为在家人的那种，我们要有这些仪轨就不容易，可是你有这一张，好，东方药师佛净土变相图，就好像这些仪轨，你供养这一张，就等于怎么样？好，就以上所做的，我们就供养。好，那当然要取得这张不容易。那我刚刚所讲的，我们给他道场帮他做这些功德，好，然后诵药师经，那这个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就是阿难，好，他也就告诉阿难说，如果遇到国难了怎么办？好，就所谓的人众极易难、他国七兵难、自界叛逆难、新秀贵变怪难、日月薄时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好，那这一些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是要讲一些重点。遇到这一些的国难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呢？重点经文所讲的就是要这一些国王、宰官、大臣应该要起慈悲心，重点就是要起大慈悲心，然后推行十善，好，那赦免，好，
被冤枉的这些犯人，那这些被冤枉的这些众生呢，如果能够自心悔改，好，那甚至有的被关了很多年，他的刑期满了，你要怎么样？赶快把他释放，通通释放出来，国家的刑罚把他减轻，还要跟他怎么样？啊，给他道德增长，推行十三，用正法来注释，那么这样呢？啊，整个全国人民都能够安隐自在。好，一起来恭敬供养药师如来，修药师法门。那这药叉等神，这药叉等都是护法神，那这些善神都为他保护，所以一切不吉祥的恶相都会皆心隐没，就不会出现。好，那再来就是要讲到国王以外，这些后妃、王子、文武百官，那这个就是当时中国的，我们知道中国啊，这些历史的背景，那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当官的，好，当官的这些，这一些呢，还有甚至一切的老百姓，都可以依药师法门的修持来除病延命。好，那这里就问到善男子，云何已经知命而可增益呀？好，那如果这样讲，啊，他就问鸠摩罗什，阿难就故意问鸠摩罗什。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求药师佛，那我们岂不是都变成无量寿了吗？你说有可能吗？好，那他就问了，大德啊，如岂不闻如来有说过九恨十业？好，那我们来看，因为呢，我们现在帮这些众生都是在做消灾延寿，是为哪些人做消灾延寿？寿命未尽，在他寿命还不应该尽的时候呢，可是有的他的业障现前，他会遇到九恨呢，遇到九恨呢，哎，那很可怜呢，遇到苦难。那我们是不是在他寿命未尽的时候，我们赶快帮他消灾，那他不会遇到九恨？那么如果寿命已尽还要延寿吗？没有办法，那寿命都尽了嘛，对不对？他就应该往生，就要往生。可是至少往生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寿终正寝。好，能够拿翁仙嘛，翁仙要庄严啊，对不对？而不是死得这样病相那么难看。好，所以为什么有的帮他念了佛，临命终时帮他助念，哇，这个脸色都怎么样？红润的瑞相出现，好，所以寿终正寝啊，我们用这个药师法门啊，甚至我们所用的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都可以帮助我们这一生寿终正寝，不会受到九恨。好，那么九恨这一讲到啊，低恨、初恨，啊，初恨就是说，啊，这个有众生啊，得病虽然轻，可是呢，因为业障的关系，没有医药，啊，也没有办法遇到医生，啊，甚至遇到了，哇，糟糕了，啊，没有对症下药，给错药了，啊，不应该死而怎么样而死的，会不会这样？有啊，啊，甚至还怎么样？啊，又相信啊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啊。好，随便吓吓你哈，啊，然后你就害怕，然后你的心呢怎么样？没办法，啊，稳定，啊，心不自正，然后怎么样？杀鸡宰羊，求神问卜，结果你想要延寿，结果还怎么样？杀害众生，是不是相反？对不对？好，背道而驰。希望能够啊延延福寿，就不能够得，那这种都是愚痴啊。好，因为愚痴迷惑，那知见不对，信邪道见，就会怎么样？恨死，哎，甚至还会怎么样？上恶道，无有出期，这叫什么？出恨，出恨。好，那这个观念的问题。好，然后还有呢，啊，恶恨，啊，第三，好，那你就看一下，好，这一些现象会不会发生？如果，啊，我们这一起生命没有好好的修行，好，靠智力靠佛力，我们
能够消灾解厄吗？不行，靠自己的力量不够。除了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要靠佛力、法界平等力，那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九恨。而且这里还讲到，还有无量无量的很多的恨事，难可据说啊。好，所以复次，阿难，彼阎魔王主理世间名迹之际，所诸有情，若诸有情不孝忤逆，破怒三宝，坏君惩罚，毁于信戒，阎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照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好，那也就是说，阎魔王才判的这些罪人，好，我们知道呢，都是怎么样自己，因为自己这个具身神就是我们心中的业识，好，第八识。所以见阎魔王使者来的这一些呢，其实是从业相在心中显现，它不是真情实境。好，所以重点是我们要称念药师如来，诵药师经，发怒忏悔，那就可以仗此佛的功德力，好，让我们度脱一切苦厄。所以消灾延寿可以帮助我们不会遭受九恨。好，那药超，药超四副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那个哪一尊菩萨他是开发者。呼吸一下，曼殊师利菩萨，对不对？文殊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好，他为什么开发？他如果不请法，我们怎么会得闻得到药师法门，对不对？所以是文殊师利菩萨开发，对不对？为我们请法。好，然后呢，阿难尊者有没有？阿难尊者也有提问题吗？好，那阿难尊者对药师法门相信吗？完全相信。好，然后再来救脱菩萨有没有出现？有没有？也问阿难尊者，所以他们就是问答，都知道我们众生在想什么。所以经典会怎么样？会告诉我们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难信难解。好，那就众生人生难得，然后能够听闻到药师法门的是难得的，所以我们更是要怎么珍惜。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如法如律，如法在修持的话，那么就有护法神会来怎么样，会来扶持我们。所以药叉大将他们也有发愿来扶持。好，所以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有讲诸天为扶持，那这里讲药叉大将他也是怎么护法神会来扶持。好，所以我们念一下，尔时众中有十二药叉大将聚在会中，所谓公毗罗大将、法哲罗大将、米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阿尼罗大将、三底罗大将、因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诃罗大将、增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揭罗大将，此十二药叉大将，一一各有七千药叉，以为眷属，同时举身，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二趣之步。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身，是当呵护一切有情，为作利利劳逸安乐，虽于何等存诚国义空闲临终，若有留步此经，后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为福世人，皆使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心令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者，亦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缕解我名字，得入愿已，然后解结。好，那这个就是说药叉大将，好，他的眷属有多少？记不记得刚念的经文？七千。对，还有几位药叉大将？十二。
乘以7000多少？8万4000，要差大家大大小小这些护法神都会怎么来扶持？好，那刚刚所讲的用那个五色缕结，那是照那个续命神幡啊，那个比较复杂。好，我们没办法做到，没有关系。那我们以当今社会，我们能够做到，就是该一直在强调，我们意念诵经持药师咒，好，到道场参加什么药师法会，广修供养。好，那这样的药叉大将呢，就会怎么样来？最主要，他是来感念佛恩，他是来报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恩德，所以他愿意来怎么样来扶持修持药师法门的众生，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好，所以阿难菩萨又出现了，他就问世尊，那这个法门是什么？我当云何奉持？那么在一开始也讲嘛，对不对？啊，它有三个名字。好，那我们用的是哪一个名字为经题？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它有三个名字。好，那第二名字是十二神将劳逸有情解愿神咒。所以，啊，刚才第一讲的时候，大家什么叫十二神将？搞不清楚，对不对？现在终于知道了哈。十二神将是哪十二神将？就是刚刚讲的药叉大将，所以事实上就是84000大大小药叉大将来怎么帮助众生，所以也叫做什么拔一切业障？为什么？因为在咒语药师咒，所以药师咒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哎，拔苦。好，我们得病的时候啊，吃药师咒，应如是吃。好，但是以本色末，我们就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为这部经题。好，所以要大众奉行。所以啊，一部经都有怎么样？它的序分、正中分到流通分，所以最后都要怎么样？大众一起来信受奉行。好，所以整部经呢，其实围绕着啊，一直在讲，要靠你自己修持的力量，才能跟诸佛菩萨的佛力、气力、气机，好，那这样的自己啊，在不断的在生死当中，我们这一生当中不断的修福修慧，出处我们的资粮，要三大阿僧祇劫，然后也要有佛力的加持，帮助我们消灾解厄，让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进行受现生命的过程当中，不会遇到怎么样久恨，那么往生的时候也不会遇到久恨，而能够受众正勤。那这样呢，我们在好从现生的利益，也为我们后生将来我要去哪里，会开始在怎么样储存资粮，储存我的这功德法财，那同时也是让我们的法身慧命不断不断在累加，这个就是法界力。所以愿能不能获得成就，可以，那就要发愿。因为药师琉璃光如来他是不断的在发愿发愿，那这十二愿终于如愿所成，然后要帮助众生，所以愿都不是为自己求，都是为怎么样众生。所以我们来复习整部药师经，它从一开始告诉我们修持药师法门的利益，药师如来的他的愿十二大愿，他的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文明意念离恶有没有得善利益，还有一个持咒治病，还告诉我们怎么供养信受奉行受持药师法门，还有救脱菩萨就开始要弘传救病难，可以怎么样以延寿救国难来延命，救众难来延命，所以这些都是救脱菩萨阿难尊者文殊师利菩萨药叉大将都是怎么样都来扶持药师佛，都来扶持修行药师法门的众生，所以最后鼓励来受持药师法门。好，所以殊胜的
药师法门，让我们储存这个究竟解脱，所以有这个种种的保障。所以诸位菩萨是不是经过这四堂的讲解是比较清楚？那我所引用的资料就是参考印顺长老药师经讲集他的课办为主要，那最主要是感恩我们家师我们创办人方菩萨创办人圣严师父能够这么好的法宝让我们能够享用受用，所以本人默学也在这里学习，以报恩的心来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谢谢，祝大家早成佛道，阿弥陀佛。